老师，如果他不穿这个的话，您记得那个部位吗？老师直接来就好了。没事，你就穿这个袜子就行。Okay, 来吧，好，好，看看到底是老师手下留情，还是真的老秦厉害啊？感受一下啊，这是什么反射区？这里哇哇，这里大概是脾胃的区域，脾胃的区域，对，脾胃的，好舒服，好舒，他说好舒服，好舒服哈、啊，真的假的？大家身体都这么好的吗？好舒服，是舒服的是吗？老师拼了，脾胃没事啊，但是就是感觉脚麻了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他的感觉就会好像强烈很多。这样的话就感觉那个筋感觉会就是啊，要拨那个筋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那种这样子感觉他就会好很多。喏，这个感觉他就会好很多。哎，我觉得老师是不是这次来主打他的职业上就是他按得很舒服？对，老师你让人他的舒服，对宿主他不想让别人弄得滋哇乱。对，老师留个电话。这是什么反射区，老师？嗯，这里是肝区域。这个肝呢、啊、对，大家身体都挺好的呀。一般熬夜熬得比较多的时候，一般这种反应都会比较强。酸酸的这里。哎，邓维现在在问诊了。这个组的人都很吃痛。这又是哪个位置？真的不痛吗？真的不痛。你别睡了一会儿、一点没感觉哈。是舒服的，是舒服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这种应该是比较舒服的。老师，我们不要舒服。你叫。我们这个是一个惩罚的环节，老师，每个人都特别舒服的下来了。老师，请坐，我来按你。今天没有效果不准走。给我拿个电钻来。由于你没把我们按痛，你必须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秦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辛苦辛苦辛苦。